爸呢是海军航空兵，我觉得父亲好像更多的是给你那种英雄榜样的力量更多一点。蛟龙号好像一直都是我们这方面的这个骄傲来着，能下个七八千米。我也是带着这个双重的，一个是我自己的这个一个好奇，带着我父亲的对这个的一个崇拜。沈腾家除了母亲都是军人，但从小父亲在海上当兵，他和父亲见面很少。他觉得来到国家深海基地，自己能够找到一个跟父亲交流的共同话题，那就是大海。我只知道他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海上一待就待多长时间，在海里就泡着，一泡泡多长时间，一天得游多少米。七公你好，欢迎欢迎。真的是和印象当中是一模一样的，没比那个印象中瘦点啊，瘦点瘦点。我是齐哈尔出生的，没海，就有个江，小时候家里人也是嘱咐千万别去江边去游泳去，还是觉得危险吧。这个我上大学第一次见到海，那天站在那个战场上，基本上看不到海本身的时候，只能听到那个波涛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挺恐怖的。国家深海基地是继俄罗斯、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沈腾带着父亲作为老海军那一代人对大海的感情，带着儿时对大海的幻想，即将与蛟龙相见。但是他并没有回家的感觉，而是内心忐忑不安和紧张。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是一艘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科学家们像创造生命一样创造了它。于是高压、密封、腐蚀、绝缘，每一个超乎想象的难题都被赋予不可思议的智慧与活力。蛟龙号最大工作设计深度为7000米，工作范围覆盖全球99.8%的海洋区域。2012年，在马里亚纳海沟，蛟龙号创作了同类型作业潜水器下潜的最深纪录，7062米。咱们蛟龙号呢，总共搭载了有近450人下潜过。450人啊？对，450人。我是第450。对，有可能。潜航员从开始训练到能够独立完成任务，需要大约4年的时间。在国家深海基地，沈腾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测试，达到合格的标准，将有机会搭载蛟龙号下潜，完成一次下潜体验，成为蛟龙号上搭载的第451个人类一员。沈腾当过兵，第一印象就带着那种气质，很自信、很挺拔的军人那种。但是对于一个对大海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来讲，下潜对他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危险，很挑战，很奇妙，很枯燥。我觉得每一次出行任务或者做些实验性的探索，我觉得都可能充满着危险。沉浸在无尽黑暗中的深海世界，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幽闭空间，也像一个醒不过来的梦。现实中，有的人甚至看到一张深海的图片，就会感到呼吸困难、心跳加快，不停地想象自己被困其中，这就是俗称的深海恐惧症。在大海的深处，潜航员如同夜间开车，只能看到前方几米。下潜过程就像坐一个电缆随时可能失控的电梯，在漆黑的海底，亿万年未有阳光照耀过的地方，生死一线。任何一个报警信号都可能警告你，这是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这是生命的最后一秒。
幽闭测试是对心理的考验。当一个人离开地表，独自在黑暗的深海，头顶上是数公里的海水，周边是1000倍的大气压时，危险和孤独随着时间流逝会慢慢侵蚀人的心理防线。我喊的时候你就救我啊。在下潜之前，幽闭测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测试。沈腾已经学会了自然面对人山人海的掌声，却要从头开始学习独自一人面对大海的恐惧。很多人都有幽闭恐惧症，进入幽闭的空间就会感到恐慌，因此沈腾如果通过不了这次幽闭测试，就无法搭载蛟龙号下潜。当然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静下来的机会，可以一个人排除杂念，面对自我。沈腾总共坚持了30分钟。幽闭恐惧症测试是一项关键性排查。放我出去。他是第一次体验，反应正常。度日如年呢，但是我觉得要真的下海底那种突然就没光了，完了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觉得第一次的话还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恐怖的。来到深海压力测试中心，了解深海压力，这是沈腾下潜之前的重要一课。接下来我们看看看吧。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哦，已经压实了。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对比，放在这对比一下。想把圆形改成方形吗？请来我们这儿一压。在7000米的海底，蛟龙号耐压载人舱外壳需要承受的总压力约12万吨。相当于约10个埃菲尔铁塔重量的总和。深海载人潜水器有10几万个零部件，组装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性，精密度要求达到了丝级。我自己潜过水，最深多深啊？7-8米。就7-8米，你就能感觉到耳朵很明显的那种受压的感觉，眼睛好像都往外鼓。恐惧来源于未知，不知道你哪儿，比如说氧气突然没气了，总之不确定性因素越多你就越恐惧。下那么深，见没见过咱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看起来比较可怕的那种？第一次下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海里有很多那种类似小流星的东西哗唰唰唰唰划过去。是吗？对。其实是啥？其实实际上它是一种浮游生物受惊以后产生的那种应激反应，它会发光。我觉得潜航员是英雄了，他们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他们在一点点的探索未知的领域。这是杨一帆，我们来潜航员。你俩长这么像、啊、这个是我。傅文涛是蛟龙号7062米载人深潜记录的创造者，他累计下潜了70多次，2次将5星红旗插到了走过海域最深处。这个是我们那个咱们蛟龙号的首席潜航员，叶聪同志。叶聪是迄今我国自行培养的潜航员中最资深的一位，也是全程参与了我们蛟龙号设计、研制、联调等工作的潜水器总体主任设计师，媒体称他为中国载人深潜第一人。下潜到深海作业时，潜航员们要利用机械手臂帮助科学家们在海底采集生物、矿物样品。为了保证作业时的精准，他们必须对舱内成百上千的按钮、开关、仪器、设备按熟于心。一进入舱内，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每个开关的位置经过千百次的训练后都形成了肌肉记忆，真正实现人机合一。直上直下才好抓是吧？你要把那个潜水机开到的旁边，让你在你的机械手的范围内才好抓。我机械手呢？我的手这个啊，上来。你看，
你用左你的左手把右手挡了。我这瓶子已经让我碾，哎，碾的差不多了。现实当中这瓶子已经碎了，早已经成沫了。对，还是需要再沉静下来，再沉稳一点。就像我们在舞台上为了磨一个包袱，嗯，让观众乐一样，对，真是千锤百炼。对，嗯，得练个很多次才能够熟能生巧，之后才能最终呈现给观众。我们好像找到了共同话题。我出生在农村，家里离海也很远，我父母向往大海，就给我取名叫海滨，可以说跟海从小就结了缘，对海也是很有感情。因为在那时候没有太多交流的机会，基本上就像一个深海的一个司机一样，因为还有几条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对，可能他不容不得一丝的这个疏忽马虎。沈腾在经过 UB 测试、机械手操作训练、吊轮号模拟器体验性训练、压力测试及相关的安全培训后，最终获得了随吊轮号执行水质下潜训练的机会。沈腾，你应该是作为第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搭载我们吊轮号执行下潜的，然后我先进舱进行那个通电检查，然后我在舱里等你。好，我们加油。加油。有什么问题你就敲玻璃，我就救你去啊。今天对于沈腾是特别的一天，他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在电影里穿越时空上天下地，却要第一次在自己的生命故事里开创新纪录。他将在基地内体验一次下潜训练，他也将成为第451位进入蛟龙号的人。舱外，舱外，蛟龙，蛟龙，舱外已经准备就绪。打开舱外照明灯，灯光正常，可以关闭。蛟龙，通电检查结束，一切正常，可以开始下潜。蛟龙舱内检查一切正常，请下潜人员进舱，完毕。我跟我爸说，我说爸，我可能那个有机会去蛟龙号，我说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因为我爸是一个完全的军事迷，这些方面他完全了如指掌，就他是挺遗憾的。写信啊，觉得空间会比较小。舱外，舱外，蛟龙舱内准备完毕，可以关闭舱口盖。就开始拆梯子了是吗？对。我怎么觉得唯一的安全感都给我撤走了？干嘛呢这？这是供氧的。供氧的。哎呦，这可得好好弄，立马觉得缺氧了呢嘛。这个氧气三个人72个小时。刚才你在里面检查的时候。我脑子里就老是浮现那种，就我们跟外面失联了，完了我们连信号都发不出去。蛟龙号还没开始下潜的时候，我就先开始问怎么逃生。对，可能电影看多了，老是感觉这种东西特别啊，一会儿这儿出点问题，一会儿那儿出点问题，对，突然进水了怎么办，就问了好多关于这个逃生的问题。哎，真的失联了怎么办？如果失联了就联系不上了，就潜水器这方面就直接泡在，不用管，什么都不用管，管也不用干，就直接泡在上浮就可以了。他自己能浮上去是吧？对对对。哦，那我们一会儿也能浮上来吗？水面舱口盖关闭完毕，可以起吊入水。这个就是公交车上我们把着那个是吧？科学家搭载蛟龙号下潜的时候都要签署安全承诺书，一个是要明确搭载蛟龙号的时候的行为规范，一个就是要他们明白深海下潜所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个协议可以说是一份生死协议。蛟龙准备起吊。蛟龙收到，完毕。如果下到6000的时候往里灌水了，紧急上浮，这种情况下你就把所有的能扔的全部扔掉，就是有多快的速度让它多快的速度。目前水面解构完毕，然后你们可以自主活动。我也准备下潜了，来。即使是在水池里，我也希望早一点能够上去。氧气据说比我们现在的充足，即使这样也不舒服。
真要上厕所怎么办？我们一般是带尿壶，带个尿不湿。那有的时候也有男有女吧？女潜航员一般都带尿壶下，然后我跟女科学家下的那两次，他们都没有上，十个小时就过来了。十个小时，生憋啊？女的话一般带一个帘子，从这拉到这，没有多大活动的空间，她放腿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待着都不湿，挺艰难的。希望早一天蛟龙能够变大一点，有一个相对舒适的一个空间，起码给个厕所。水面上太晃了，晕船，那个更难受。我不知道你晕不晕船，我可能还没经历过那么晃动的。它就是一般来讲，它那个频率就是太快了，就太快了。这样的，真的这样的？小吗？因为你坐的船大的话没事儿。就小船的话就蛟龙帕金森是吗？就是反正就是晃得很厉害。200到300米的时候，前面光线就没有了，光线就没了。对，就是漆黑一片了。那就得咱们就得靠我们的照源了，照明了。就我们下潜过程中基本上是不开灯了，就快近底的时候再把灯打开。他说在底下的时候，他说我们几乎不怎么说话，那么多个小时是非常聚精会神的。在那儿，就像看路一样。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跟现在社会的节奏，无论是演员还是哪一个行业，我觉得都形成了反差。我们必须专注，因为沈腾舱内变得很轻松愉快了，但平时我们的工作很紧张。下潜的时候感觉外面很平静，觉得离自己的世界越来越远。人们总是以为越往深处就越充满了想象，实际上我们下潜的越深，生物量会越稀少。就像戈壁一样，生物虽然稀少，但却生命力顽强。其实我最开心的是每一次下潜，我们都在探索人类新的未知。在水下作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之前在那个热液硫化物去做过业，就是类似于石林那种，虽然没有那个密度那么大，就是那一个柱子一个柱子，你搞不好就是比方说你开着潜水器，不是撞上去，开着潜水器，突然之间就冲进一堆堆黑烟里面，啥都看不见，那怎么办？抓紧先撤出去，上浮，然后往边上撤，出来以后，然后我们潜水器只能躲着走，但是呢，就是正像那种区域呢，又是科学家特别想去的地方。这是地球上最后的未开拓领域，海底热液区，通常聚集着大量生物。虽然身处危险，潜航员们触底、定点悬浮、搭靠、辗转腾挪，使出浑身解数，找好停靠点后，利用蛟龙号的机械臂进行样本采集。采集矿物样品相对简单，最难的要数那些会游动的海底生物。我们副驾驶也要负责瞭望嘛，就因为我们一个科学家太专注于自己的成果，然后就忽略了我们的潜水器的安全，就没再一看，结果我们潜水器就这侧的浮一块就被触礁了，就被热液着伤了。回来以后就发现那地方很黑的一块，所以说像那种热液区作业起来还是比较有挑战的，风险比较大。对。庆祝你的第一次下潜啊！庆祝沈老师的第一次下潜，一、二。每一次突破下潜深度，潜航员们都会进行这样特有的仪式。对沈腾来讲，这是一次个人的突破，更是一次走向深海的精神洗礼。今天我从这个蛟龙号出来的六桶水，我非常开心。我觉得这就像一个英雄凯旋归来，接受大家对我的赞誉。特别像我们下部队给官兵去演出的时候，演出结束时候官兵给你的掌声跟呐喊。因为这次下潜的经历，沈腾感觉因此更加靠近父亲。
也许在这里，他已经找到了和大海对话的方式。特别想，特别想带我爸来一趟，跟他现在最沟通的最顺畅的这个信息，最能同步的，其实就是军事这块。所以我看完了蛟龙号这个回去，可能这块我就比他知道的更多一点了。给我带来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要沉得住气。我觉得无论是潜深也好，领航员也好，好演员也好，无论是各行各业，我觉得不能让比较浮躁的一个心态给干扰了。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还应该是慢慢的沉得住气的，慢慢慢慢去探索，一点点去研究。喊一声，咱们再喊一下吧。来，怎么样？来，一二三，哦。海洋占地球表面的近四分之三，人类只能探索大约5%的海底，剩下的95%的海洋仍然是个谜。在大海深处，既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也隐藏着巨大的力量，既让我们心存敬畏，也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再一次回到海底10000米的生命故乡。蛟龙号远涉重洋的一次次下潜，一次次突破中国深度，勇敢而执着地投身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奋不顾身的尝试，是我们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不断突破的中国态度。花土奉献。